下去，你就像做了一场梦，在梦里给自己换了件新衣服。男人眼里只有女人的皮相。或许不是那样的男人。除了虎妖的法术，问你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你，你是尊卑的。At majde svastanam pradipatya。你是哪路妖啊？救我！昨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是我，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把心送给我。我们一起去把你的心给找回来。我堂堂一国公主，怎么可能借用别人的皮囊去取得男人的欢心？你可能不是妖。姐姐说过，爱的感觉，这是头。